是原创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电影有看到啊，如果啦，有机会有声音吧？对啊，那就只能先靠牙医的那一只了。先录一下。在这边先感谢永庆房屋提供的画面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汽车想并排，技术不好擦撞到我的车后逃逸，没想到却是遇到了高谭市李行。Wow, incredible! Your will, my hand.原本染头发应该是要高高兴兴的去，高高兴兴的回来才对，结果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大林娘，各位应该都有看到开头了吧？毛毛雨的天气，我竟然要去染头发，人生第一次漂加染，真是既兴奋又害怕。兴奋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，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怕染得很丑。到目的地后，找了一个汽车格停下来。原本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茫茫车海中竟然有一个车位，没想到却是噩梦停车格。我故意停得比较外面，因为怕会有汽车并排来挤。但也因为这样，一台两轮在这么宽的停车格里更显眼，很容易被胡搞瞎搞。你们也知道，台湾有很多落后的人，从小被洗脑到大，没有媒体识读能力。所以我这部影片的标题要打得很钓鱼，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机车停冷区的用意是为了让起步更快的两轮更容易脱离车阵，不用一起塞。结果起步更快的黄红牌却不能进去。你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只会回你：比照汽车。因为仇视的人太多了，怕被移出停车格，所以每次停我一定会拿出时间相机拍。拍完存证后就准备进去染啦。漂的时候刺刺的，但还可以接受。结果上染膏的时候，我痛到差点人没了。真的是贼鸡痛了。染的期间，其实我有想过，会不会染完走出去看车就倒了。结果，bingo 砸对了。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武装色，靠，要不是是见闻色。我有武装色的话，我下次遇到他，先崩他一拳。因为有猜到，所以我也是很淡定的跟里面的人讲说，我车倒了。是原创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电影有看到啊，如果啦，有机会有声音吧？对啊，那就只能先靠牙医的那一只了。先录一下。在这边先感谢永庆房屋提供的画面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汽车想并排，技术不好擦撞到我的车后逃逸，没想到却是遇到了高谭市李行。他监视器有拍到是有一个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对那个监视往那边走方向，卡车好像踹了他，在他旁边。有防倒球，应该是受伤应该会小一点。正歇贼大损。侧边的壳也有小小擦伤，这个应该是最大的。其他地方很小，所以就不拍了。防倒球不必说，这个一定损。脚踏下面那一根，不是我那一根。碳纤维护工是真的碳纤维。后照镜旁边直接超级大磨损。右侧握把，先给你们看左边，打到底还有点空间。再来看看右边，如果打到底，手应该直接被夹烂吧。看看这宽度，再看看这个宽度，什么瞎哦！
警察看完监视器后开始拍现场的状况。就在这时 What the hell？ 我不知道警察在想什么，我只知道我在想，哎，先生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不可能是，不可能是他吧？查完后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他。我实在跟你劝导说，哦，骑脚踏车不要走路啊。嗯。哎呀，那危险啊！你是在下班呢？嗯。那是不是这个游戏他了？嗯。现在看到脚踏车都要怀疑一下。我说我了，我说我。哦，这样哦。或是你想要利用这张报案证明单去，你车子如果买全险可以，警察理赔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派出所看要不要对他提出告诉。对，我是想提出告诉。那就去没关系。好。阿白。Few moments later， 到之后就开始口述各种资料，就是认不认识帅车的，有没有仇，大约损失多少钱，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巴拉巴拉的。资料全部填写完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事发地点，因为我忘记跟他们要监视器原档。要完了之后就准备回家了。在等红灯时，隐约听到旁边有人在鬼吼。此时往左边一看，就是我停的停车格那边。就是他，跟监视器上面一模一样。此时我心情比看到诸葛亮还激动，你们知道吗？看你脸！同时脑袋也冒出一句话：罪犯会回到犯罪的地方，欣赏自己犯罪的杰作。我现在很想要跨双簧或闯红灯去追上他，可惜的是快车道一台汽车开过来，如果直接转的话，可能就被撞。我只好到前面等等，直接左转。结果车又太多，没办法等车流减小后再转，我又到前面回转。这边我等不及，直接用脚往前撸。这种危机时刻，我竟然还是不想直接吹油门闯红灯。最后呢，当然就是跟丢了。还是不死心，决定绕一圈看看。最后还是没找到，就放弃回家。接下来就是靠警方的力量。隔天下午回到这个地方，要去跟牙医诊所要监视器画面。我已经不敢再停汽车格，果断直接停机车格，不然等等要完画面出来又看到车倒了，我就真的无语。停机车格被拖掉只罚一点点钱，还会有拖掉厂管家帮你保管车呢。除了怕拖掉过程被弄脏车，不然这 CP 值根本超高，好不好？询问了牙医监视器后，我马上在这个社团发了贴文。过没多久，一些媒体就来私讯我，问可不可以接受采访。其实我原本以为警方会找到人，又或者是要找很久，又或者是没后续。没想到采访完后，记者就跟我说有抓到人，不知道警察有没有拿手铐敲他的头。好，接下来就没有接下来了，之后有后续再跟你们分享。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最后可能就是他没钱，我只能吞下全部。在台湾没钱感觉真的无敌耶，可是他40几岁看起来好手好脚，可不可以求法院强迫他工作来赔钱呢？